三组呼叫指挥中心，三组呼叫指挥中心。老谢，请讲。老谢，请讲。我们已经发现目标，我们已经发现目标。注意，注意，老谢已经发现目标，老谢已经发现目标。老谢，请说出准确位置。从定吴公路7公里处往东走2公里左右，有一片废弃的楼房。完毕。全体火速增援！全体火速增援！欧阳，我们已经发现了绑匪的下落，正在对人质实施营救。一旦发现接获人，立即拿下。给我人全在里待着呢，行动吧。喂，三千明，货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是你一个人来的吗？当然是我一个人了。你什么时候让我跟我女儿通电话呀？你等一会儿接我的电话吧。
喂，你是孙启明吗？啊，是。走，指令。走，指令。走。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孙老，小月得救了。 欧阳，小月怎么样？医生说就是受了点惊吓，没什么大问题。他现在身体很弱，眼睛因为长时间被遮着，所以不能马上见光，得过两天才能睁开。我进去看。接货人招了没有？嗨，别提了。哎，啊？你进去干嘛呀？我看一眼。那人根本就没来给我们接头，找了个票贩子来试探我们，把我们给骗了。你们那儿呢？哦，死了一个人。 跑了一个，抓着一个。抓着一个，好。这人能让我们专案组来审吗？可以，你可以带人直接去审。我和阿亮都是大伟找来的，大伟上面还有老板，不过我和阿亮都不认识，也没见过。事先大伟就跟我们说好，让我们什么也别问。 让我们干什么，我们就干什么，事后绝对一分钱都不会少给我们。我和阿亮就同意了，所以绑架的目的，我和阿亮都不清楚。大伟是什么地方人？是大连人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是在监狱里认识的。大伟经常在什么地方活动？说实话，我真的不是特别了解他。 我们出狱以后，就很少见面，有时候他会突然冒出来，给我打一电话，然后突然就消失了，来无影去无踪的。难道线索就这么断了？
是在等待什么？等待什么？对，宋思远像是在等待什么。李局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在等待着什么呢？小妮这个假设挺有意思的。如果是女神鹰拿到了虎符，她为什么不走呢？她在等什么呢？你分析的有道理。以前我们也分析过汤中和女神鹰，也觉得他们好像在等什么，否则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难道他们都在等孙启明手上的虎符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宋思远应该和神鹰是一伙的，可看着又不像啊。是不大像。我看了展会上的录像带，他们曾经同时出现过，而且还像陌生人一样在一起交谈。按说是一伙的，应该回避才对啊。而且虎符被盗以后，宋思远还在公开场合出现过，他好像是和520案没有任何关系。宋思远这个人应该重视起来了，而且想要孙启明手中虎符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对孙老要严加保护。李局，绑架案和520案都牵扯到虎符，我想并案侦查还是由我负责，您看行不行？行，我还给你当后盾，市局里你需要什么我给什么。哎，陆成、欧阳、马超，你们三个可是咱们局的铁三角啊，这回你们三个又可以一起破案了。可这520案有一点我还是弄不明白，你们说这神鹰是怎么进去和出来的？是啊，像谜一样。哎，别动，你正在输液呢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哎，在医院呀。医院？嗯。我已经得救了。对啊。真的？真的。我的眼睛怎么了？哦，你眼睛没事儿，只是医生说需要处理一下才能让你睁眼。你是谁啊？怎么听你的声音那么熟悉啊？嗯，我们见过，小妮儿，就是那个你不太喜欢的女警察。你是小妮儿啊？我没有不喜欢你。嗨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来，喝点粥吧。哎，我自己来吧。没事，还是让我来吧。不过你要明白啊，我们可是把你当警察家属待遇才有这个。我哪算什么家属啊？来，你现在不承认呢也来不及了。你特护病房也住了，我饭也喂了，而且呀，我们马老师为了救你还差点送了命呢。什么？马超他怎么了？看看还不承认是警察家属啊？那你着什么急啊？管他怎么样啊！哎呀，小妮姐姐，你快告诉我他怎么了？哎，你可别把我叫老了，你可比我大。小妮妹妹，你快说呀！子弹正好打在他的左胸上。啊！哎，你别着急啊，他的左胸口袋里正好装了个打火机，子弹正好打在上面，所以啊，他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小妮，吓死我了！谁叫你着急不让我把话说完呀？马老师呢？昨天也在医院里接受观察，刚才我去看过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一会儿呢就能出院了。然后，说呀，瞧给你紧张的。然后他当然是要来看你了，可是啊，他要你务必先吃早饭。好。
行啊，请进。谁呀、啊，小妮？哦，是清洁工过来打扫房间的。来，张嘴。小月呀、啊，你看我们马老师这次为了救你，差点送了命，你这没怎么谢他呀？救我？那是他应该的呀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是他家属啊。哎呦，可还没过门呢。这有什么呀？等我出了院啊，我就搬到那儿住。那不就成真的家属了？啊，真的？那个，你可别吓着我们马老师啊，他可没那么现代。你们马老师才不会被吓着呢，他心里啊美死了，早就盼着呢。小月啊，这可难说。你看你现在眼睛蒙着纱布，多难看呀！要是一会儿让我们马老师看见了，还不定喜不喜欢你呢。啊，小妮，我这样子很难看吗？哎，那别让他来看我了，你快把门关上，等我好了再让他来。哎呦，没过门就喂成饭了，啊？哎呦，马超是你啊？不知道是他喂的。哎呦，小妮。唐中说还是没有找到大伟，那就继续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千万别让大伟落到警方手里。我已经跟他说了，还好大伟跟我们没有直接的联系。另外，孙庆明手里的虎符我们还得要继续想别的办法，外面的人已经等不及了。可是孙启明现在一定被警方保护起来了。拍卖会上虎符不是也被警察保护起来了吗？结果还不是被人偷了。我们要另辟他境。你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说，确实很重要的。三个都没够。
你好，我要查一下这乌达克的资料，在那边。啊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你要用啊。这法定的程序咱就算办齐了，回头啊，我会定期派人到这儿来检查虎符的。您尽管派人来好了，只是这保密的事。哎，孙老，我们肯定会替你保密的。再说，这也是我们的纪律。啊，那就好。罗所长，公安局那边有消息吗？绑匪到底抓住没有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他们还在查吧。如果找到了，警察会通知你的。孙老啊，你现在手上有国宝，警察会保护你的。我倒不是不放心警察，博物馆守那么严，虎符不是照样被人偷了吗？还是赶紧找到的好。只有抓住了惦记我这东西的贼，我才放心呢。也是的。不过孙老，我想您还是应该相信警察，他们肯定能抓到那幕后的人，这是早晚的事儿。但愿如此吧。好，就这样，孙老，不打扰您了。啊，有事随时来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就是麦当劳啊。那麦当劳为什么又叫麦克通纳呢？麦当劳是外国的东西，它的外国名字就叫麦克通纳。麦当劳是人们又给它取的中文名字。怎么这么麻烦呀？您女儿真可爱，她这年龄啊，对什么都好奇。好了，咱走了。跟阿姨说再见。阿姨再见。再见。
How can this happen? Why don't you tell me before? Okay. I just have to wait. Bye bye.这么多车和人，他们之间的秩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？当然是遵守交通规则的。对，规则是秩序的基础，你必须遵守它，否则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只要违反了规则，就必须受到处罚。你不是专门跟我上交通课吧？520案到现在毫无进展，又出了个绑架案。老李啊，保险公司在合同上签的赔偿日期就要到期了。另一方面，拍卖虎符的丢失，当初我们是有言在先，谁失职追究谁的责任。赵市长，我们正在加大破案力度，两案并查。当然，对于责任者，我们正在追究。但主要责任还是应该由我来负。老李啊，这是两回事儿啊。破案是一回事，追究虎符丢失责任是另一回事。我看应该对主要失职的警察立即给予处分，这至少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嘛。啊，一会儿睁开眼睛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点疼，不过呢，这都是正常反应，你不要紧张。我不紧张，慢慢睁，别紧张，不会有事的，我们已经处理好了。小月，看见了。看见了，小月。爸。哎呀，好孩子。
说这个人会不会也是绑架孙小月的指使者？哎，小妮，你说，接着说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样想到底对不对。你们看，这个人他拿走了神鹰手上的虎符，然后他还想要孙启明手上的虎符，这样可就是一对虎符了。不是说一对虎符的价更高吗？那么如果他是在等，他很可能就是在等孙启明手上的虎符。欧阳，这小妮子很像当年你来刑警队的时候，哼，年轻人不得了。他比我那个时候强多了。小妮分析的很有道理，我看咱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得放在绑架案上了。你们按这个思路先讨论着，我还有事。欧阳，哎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好。哎，小妮，你再想想，还有什么感觉？什么事儿，李局？上边要求我们立即对520案失职警察给予处分。马超，涛哥，再见啊！刘成，你怎么也有到这儿来？偷虎符那女的是谁杀的？你说杀谁？张京泉和徐小燕是谁杀的？啊？谁绑架了孙小月？你跟他们到底什么关系？我妹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啊？伸出的一双手，最后却疼痛的收回，迎着我是你的背叛，我心如死灰。危险，我始终替你感觉着危险，我怕你为难，也怕你孤单，更怕你厌倦。我不想眼看着你坠落在风中，越飘越远，风吹散的是我们这些年。干枯与共的时间，也不敢闭上眼睛，我怕重温那些缠绵，夹杂着你的笑声以及你最后的誓言。或许我感到无助，我会怀念你的呵护，我需要你，我一直盼着你回头。黑暗里走出，然而现实太残酷，到最后我双眼模糊，我竟然无力阻挡你走。
上那条不归路。我伸出的一双手，最后这疼痛的收回，最后都耗尽了气力，都无法。